神啊，哦神啊，我们最亲爱的神啊，让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神啊，你要的是我们认识你的心。神啊，我们的生命被创造就是为了要和神你有联系。神啊，你呼求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说你要成为我们的神，我们要成为你的子民。神啊，对不起，我们有得罪了你的，我们有活在我们自己的旨意当中的，我们没有完全交托的，我们总是抓紧不愿意放手的。神啊，今天我们就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来悔改。神啊，你的心显明给我们知道，当我们更加亲近你的时候，神啊，你就亲近我们。神啊，神啊，我们把这里的每一位的交托，神啊，当我们今天进入 NECF 的40天禁食的祷告的时候，神啊，这40天我们要更深的经历你，我们要在这40天里面，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觉得重要的，我们都要放下，我们要单单的来寻求你。神啊，这40天我们要看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教会你所给予我们的心意，甚至是我们的国家。神啊，你都有你的心意在当中，我们要的是知道，神啊，你所喜悦的是什么，神啊，你所愿意的是什么。在我们这40天当中，谦卑我们，让我们单单寻求你，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所想的，渴慕的是知道，神啊，你所要的，并且我们献上我们自己来成就神你所要成就的。在这当中，我们要看到你的大能大力，我们要看到神你怎么样奇妙的动工，你怎么样奇妙的供应。神啊，所有的心都要转向你。神啊，在这当中，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国家来祷告。神啊，现在我们的国家发生很多的事情，有政治的不稳定，有经济的问题。神啊，这些问题在你的眼中都不是问题。神啊，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从我们的问题转向，让我们单单的来到面前。你就是那个供应一切的神，你是那成就一切的神，让我们单单的寻求你。神啊，怜悯我们的国家。神啊，你来成为我们马来西亚的主，神你自己的来掌王权。神啊，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教会所做的。在上个星期的主日当中，有得着医治，有得着释放的，我们都要来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当中起奇妙的工作，感谢你让我们的教会进入一个新的一个season当中。神啊，在这个新的季节当中，我们要更多的经历你，我们要在你的大能当中来见证神你的美好。神啊，你的慈爱，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哦，哈利路亚。神啊，你继续的在我们的教会动工，让我们看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要如何的继续走在神你的大使命当中。神啊，你的使命就是要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无论是在我们即将进行的 Alpha 课程，还是我们的这个中秋节的一切的筹备，我们都交托在神你的手中。神啊，你打开那些我们的朋友的心，我们的家人的心，当我们去邀请的时候，神啊，他们都要积极的回应，他们要来到你的当中，他们要热心的回到这当中。神啊，甚至是你的孩子已经很久没有来参与我们的，已经冷落了，神啊，你也火热他们的心，让他们渴慕的回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一起的真正的实现在 教会里的合一，在弟兄姐妹在肢体里的合一。我们把这一切的献上，神你自己的来供应。神啊，我要为着我们的青少年来祷告，我们即将有这个青少年的特会的。神啊，你让这些青少年没有阻拦的来到你的面前，让他们不是被这个世界而来引领的，让他们的生命是属于耶稣的，让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让他们的生命当中的价值是建立在耶稣你怎么看他们何等的宝贵，甚至为了他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赎回他们的生命。
神啊，他们的生命有神你最美好的旨意，你要使用他们，在他们的学校，在他们的各自的家庭，都要成为那美好的见证。神啊，让他们一切的捆绑都要脱去。神啊，无论是这个媒体的影响，还是朋友的影响，甚至这些所有的 Facebook 的、Instagram 的、TikTok 的，神啊，那些不好的影响都要在耶稣的名字里面完全的破碎。神啊，只有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哦，哈利路亚。神啊，也为着特会当中的所有预备的工作人员，所有的牧师，所有的同工，神啊，你在当中给他们大能大力的来去完成。神啊，他们在做的时候是带着喜乐的心，带着这个心知道，神啊，你要在当中做你伟大的事情，他们渴慕要见证神你的工作在这当中。神啊，一切的特会都要经历神你美好的祝福，无论是来参加的，无论是同工的，无论是在预备的，所有的牧师传道都有神你自己的恩手来带领他们。哈利路亚。神啊，我们把今天下午的加利特使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比赛来交托。神啊，让每一位参加的都能够准时的参与，让他们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来去这当中。神啊，一切的筹备，神啊，你自己的来看顾，一切的预备，一切的好的天气，一切的电流都在神你的手中。神啊，你也让来到这当中的人，他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时间，能够一起的来更加的彼此认识，更加的在神你的话语当中真的认识你。神啊，圣灵啊，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知道神你的话。是，让我们看神的话为我们的生命当中重要的。神啊，我们要为着我们的陈碧文法正牧师来祷告，以及我们教会的其他的传道的牧师以及同工。神啊，你知道他们何等的在神啊你的国度里面能够在撒种，能够在工作，但是神啊，你纪念他们的辛苦。神啊，你加添他们更多的能力来去做你的工作。神啊，你给他们那个意象，让他们看见那个意象怎样带领他们的生命，带领他们的施工进入到神啊你的心意当中。神啊，他们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他们一切的呼求，神啊，你都知道，你自己的来应允他们，你自己的来服侍他们，你自己的来供应他们一切他们所需要的，也为着他们的家庭的需要来祷告。神啊，让他们没有健康的烦恼，没有经济的烦恼，在你里面他们一切都是足够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啊，我们为着这个教会的组长领袖，各事工的领袖来祷告。神啊，你赐福他们有健康的身体，你赐福他们有神你的能力来侍奉，让他们侍奉带着的是耶稣基督的爱，让他们学习耶稣的样式去谦卑的来服侍。神啊，在这服侍当中，他们要更多得着的是神与你同工的喜乐，让他们在这个同工当中更多的经历神啊你的大能，你的同在。神啊，我们把今天的崇拜完全的交在神你的手中。神啊，你要继续的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神啊，我们的心要像好土一样来领受话你的话语，要结果至30倍、60倍，甚至100倍。感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又是新的一天，又是新的一个主日，让我们带着一颗欢喜快乐的灵，带着一颗满心感恩的心，让我们一起站立，一起来朝拜，来问安和赞美。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也与你同在。我很喜欢人对我说，我们通往主的殿，来呀，我们一同歌颂主，我们要向全能的救主大声欢呼，上帝是灵，我们当以心灵和诚实拜他，荣耀归于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赞美归于主，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上帝，凡人的心在主面前无不显明，心里所羡慕的主都知道，心里所隐藏的也瞒不过主。求主用圣灵的感化洁净我们心里的意念，叫我们尽心爱主，恭敬归荣耀于主的圣名。这都是靠着我主耶稣基督，阿们。唯愿在上荣归于上帝，在地有平安，人都蒙恩。我们赞美主，称颂主，敬拜主，荣耀主，为主的大荣耀感谢主上帝。天上的王，全能的上帝，圣父，主独生圣子耶稣基督，主上帝，上帝的羔羊，除掉世上罪的主，怜悯我们。坐在上帝圣父右边的主，允准我们的祷告。因为基督独一为圣，基督独一为主，基督独一与圣灵，在上帝圣父荣耀里为至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早上让我们大声来赞美我们的神，当我们赞美我们的神的时候，一切巨人将会倒下。阿们。让我们一起来拍手，歌唱真理，在你里面有不可能的事情。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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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要挪移，过去一切
些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不起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既然都要倒下，那山要挪移，过去一切锁链都被你撕裂，越过不起谎言，我歌唱真理，在你没有不可能的。早晨，神的荣耀就在这里，神的荣耀要充满这个圣殿，要充满你的生命，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息永远。在这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一息永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里有光明之友，敬拜神灵有终身永留，愿我的主你在这里，祈祝你幕后的心在定在永在的主，全心敬拜你的圣房屋，高扬的感激，共饮的日头如光照耀，万国赞叹你的荣美，人间供应子民良心心，心在定在永在的君王。要把我们全人来完全来献给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力量。哈利路亚！每一天。
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让我们高举我们双手，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清洁的心，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主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生命里求神灵更新掌管我一生，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生命里求神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接近我，吸引我，怀抱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追你，荣耀中敬拜你，接近我，吸引我，怀抱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怀抱跟随你，衷心拜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灵更新掌管我一生，将我全人，让我们高举我们双手一起来唱，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神灵更新
掌管我一生，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是的吧，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一生一世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以清洁的心献上，当作活祭。热主，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让众人能够在我们身上看到主你的作为，让众人能够在我们身上闻到主你的馨香，让我们能够为主你做更美好的见证。也求主你悦纳我们今天早上这个敬拜与赞美，求主你在宝座上登上这个敬拜的宝座，让你得到最高的荣耀，得到应得的赞美。热主，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祈求，阿们。好的，让我们来借着今日的祝文来一起宣告，一起祷告，一二三。全能的上帝，你晓得我们本身是毫无能力救助自己，求你保护我们的身体灵魂不遭一切的凶难，脱离那些攻击伤害我们灵魂的邪恶意念，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好的，会众请坐，预备我们的心来听上帝的话语。让我们现在翻开圣经，也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今日经文取自《生命记》第六章四至六节和《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生命记》六章四到六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罗马书十三章八至十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这是上帝的话语，感谢上帝。
好，会众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福音。主耶稣的圣福音记载在马太福音22:34-40。荣耀归于主耶稣。马太福音22:34-40。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是基督的福音。赞美归于主基督。父神，我们将这段时间在这的交托，恳求主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看马太福音的时候，继续的就是靠着主你圣灵的带领，给我们的明白，我们不但是能够领受，甚至有主你给的信心，把这一切都遵行在生命里头。主，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的交托，愿神你赐福，在我们当中小孩子的也一样，能够明白主你的话。我们将这一切交托祷告奉耶稣圣名而求，阿们。大家请坐。那上个星期我们见证了，就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们就是得到服事，得到医治。所以今天我们就有其中一位的姐妹呢，向我们来分享她的见证。好，让我们一起鼓掌鼓励她。 OK， 你介绍你自己号码跟名。大家好啊，我是威廉。OK， 你可以告诉大家听你有什么不舒服之前。上个礼拜，因为我每晚也头痛，到半夜几度痛，痛到我睡不着，睡不着，就好像哎，这条诶，好像好乱了样，就早晨呢，就好像晃唔到神哦，因为到早晨就眼衰咯，感觉住哦，到礼拜呢，挨来崇拜的时候，又听到牧师讲，下个礼拜有一支祷告哦，挨听到呢。哎呀，感谢主哦，哎，一天爱来哦，后尾到礼拜咯。哎呀，今天痛到哎，好像马街都唔想做啊样哦，吐筋啊，马街都吐唔到哦。汤先至也汤唔到咯哦，后尾哎你就先来到天堂。五前来先堂的时候，阿妹做到来撞挨，挨到老阿妹就讲：哎呀，挨唔上去先堂我，因为阿条好痛吧。阿妹就讲：哎呀，挨嘢唔上去哦，挨嘢好亏哦。后尾挨到上到，哎呀，今日做只，我是讲今早晨有一次祷告哦，去啦。我就两家人都讲：哎呀，去啦！头痛，上帝就医治我啦！就来了，就坐几下，就
喺度跳嘅，就係好像亂亂通通咁樣，好像麥雞都攤到攞咗去啦。後尾牧師就講曬頭都講，啊，夜黑要起咩要人家調通哦。哎呀，我就講感謝耶穌，耶穌我好感謝你哦，你感動牧師，跌到我調通哦。哇！我就感謝又感謝，我將上帝給你造成你一天醫治我的頭痛。後尾就牧師就講二二三來就送來了，我就夾夾送來了。送來呢，我就米雪就攞我祷告咯。祷告呢，哇！我就請感謝耶穌，耶穌，我知道你今天醫治我。我爱听爱感觉到耶稣，你今仔就在我个身边了，医治我。后尾今日祷告够，就下医咯，我就坐进来行。啊，今日呢，那个痛呢，慢慢都消失了。消失了呢，就今日我终于，我又可以做东西去喔，又可以想到东西去喔。到阿曼亚睡末，到半夜时候，哎，就痛都冇嘅喎。啊，到今日都冇痛。哇！感谢主啊！啊，安啲仲讲佢，佢一觉睡到天光，睡到好好睡，系冇？嗯，系。到今日都系，哇！六点张红线哦。六点张红线，感谢主，感谢主。我们要感谢主啊，因为我们要期待更大的事情将会发生在我们教会，阿们。所以你跟你隔壁说，一起期待更多吧。我们正在祷告啊，我正在祷告也计划当中，就是希望以后在每一个月回复我们以前在疫情之前，就是说我们有这个的啊复音主任，就是特别的一个复音主任，我们邀请朋友来，我们可能有C级啦，啊，就是没有圣餐。我们还在计划当中，还没有肯定的。如果肯定了，一个月至少一次呢，有好像上个星期内事的这样的服事祷告的一个的星期天，所以我们可以邀请朋友来啊。而且是我们以后如果有这样子进行的时候，就没有圣餐呢，服事的时间、祷告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我们感谢主啊，上个星期很多人上前来，都足够的时间来祷告。我们知道，当神应行的时候，一切都会看到神的祝福在当中。阿门。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一个的讲章呢，是说到马太福音第22章34到40节，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的经文，是讲到世间爱神爱人的大诫命。整个的背景你会明白，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的时候呢，就是说到当时这些的啊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跟我一说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马可福音也是讲到跟这西律党的人，这三党的人都是不刚的，嗯，没有，这三党人是骄傲骄骨的，老乱骨头的，是他们是不刚的。因为什么呢？虽然他们的影响力大约都是一样，这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不是祭司，也不是牧师，也不是在圣殿里头服事的人。他们是那些就是把那个的律法来去教导，甚至可以说是压制这些人去做。但是两派都有不同的想法。一个法利赛人呢，他注重的是律法，但是他相信律法里头就是摩西五经啦，我们看的创世纪到创出立民生到生命记的这五本书里头所有的摩西五经，他们都很相信。所以摩西五经所讲的他们都承认是有，也就是说他们承认天使，他们也承认魔鬼，他们也承认就是有复活，这些超自然的不是平常人所可以想到的。但是撒都该人都不相信，撒都该人他也相信立法，但是他就是不相信有叫做 supernatural 那些超自然的事情，他们不相信的。所以两派的人通常你放在一起都打架了，
吵架了，但是因着现在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就是耶稣，竟然合在一起哦。他们是两派的人来去试探耶稣，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如果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呢，耶稣是用的讲到这个的喜宴，就是有一个的主人为了孩子摆设宴席婚礼了哈，婚宴啊、就是准备好去邀请很多理由啦，那些人被邀请的，这个又不得空啦，那个又买了一块地啦，又有几条牛啦，就是等等，他们就是很多理由不去，甚至有些不理，有些还去抓了，就是主人派来这些的仆人还杀了他们。所以当耶稣讲这个的时候呢，是针对法利赛人嘛，他们原本是被招，原本是被选的那一个，但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一点，他们离天国越来越远。所以耶稣在第十四节的时候，第二十二章十四节，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就是那一个所谓没有被邀请的，因为好了准备了，你去看到什么人都叫他进来，那个进到来穿的衣服，那个的 dress code 啦，他的礼服没有穿好，不管我是吗，你叫我进来就是这样都好，主人说哎，你穿的那个礼服不刚，也把它绑了丢出去。所以进天国是一个非常严重非常严肃，是人的力量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是耶稣过后你会看到的，接下来还没有有机会讲到这个，法利赛人都来攻他，因为讲到他们嘛，他都来攻哦。首先是讲到这个的公民权，因为耶稣所讲的是天国的子民，现在他们用就是在这地上的子民要做的是可不可以还税纳税给凯撒，耶稣就靠着他拥有的智慧，哪一个的铜钱，这个有什么的像，凯撒的像，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耶稣不是叫我们不纳税，耶稣是实行了这个完整的，就是我们在地上住着的时候应该拥有这子民，这地上的子民国民的责任，同一个时间也不要忘记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啊。然后当法利赛人被驳倒过后呢，这些撒都该人都来了，就很像说哎，你们没有用了，你们问的题目拦不到他，让我们来问，他问的是复活的问题，根本是没有关系的嘛，你都不相信复活，问复活我来干什么。所以他们问的是一个的女人嫁给七个，从最大大哥到最小那个七个兄弟，每一个都死掉，以后全部都死掉，复活的时候这个女人属于谁的太太？所以耶稣说你都错了，复活没有这样的东西了，复活大人一复活过，我们全部将会是没有娶嫁，全部都很像天使一样啊！撒都该人又被驳倒了，所以法利赛人自身又赢回一分哦。法利赛人第三十四节他们来了，就是来挑战耶稣了。当我们看到三十四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积极，内中有一个立法师，这个我要大家看的，首先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我将会读出这一篇的经文，是同样的故事，但是马可记载的有少少这个的差别，我们要怎样去平衡它，来去解释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所记载的。马可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八节，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未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那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叛气和各样祭祭
继续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了。所以在马可福音看到这个人其实没有恶意了，他而且还认为耶稣你讲的对哦，他也回答了，肯定了耶稣所讲的那个答案。耶稣还赞他，哈，你离神的国不远了。马太福音22章开始是讲到这些人离神的国越来越远，因为那个的问题，被招的多，选上的少。但是这个人在马可所记载的，他竟然能够回答是一个那两条诫命的那个的精髓，这是最重要的那个爱神跟爱人的目的。所以神说你离神的国不远。把马可福音马太福音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的结论，就是说在马太福音这个人试探的当中，他带的不是那种的负面性，因为我们讲试探的时候就是不好，试探也可以就是说，比如说我要问你明天星期几，星期一啦，所以那种的所谓的试探就是问一问你明天是什么，不是恶意，只是问一下你明天星期几，星期一咯，明白吗？所以我们拿着这一个的版本来去看这一位的文士带着这样子的心态去问耶稣这个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回头，这个问题产生的就是出于那个的诫命。什么是诫命？在犹太人里头，我一定要讲这个让你清楚知道，哇，原来其实诫命不简单哦。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呢，从十诫就是神给摩西在西乃山，那一般60多万人从埃及出来的男人加买女人还是可能是1.5或者在200万的人，就是那一般人有听见的，但是在耶稣亚的时候全部都死光了。所以你会看到过后呢，慢慢的传道下去，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的下去呢，慢慢演变的真正的记载呢，在第3世纪的时候记载有613条这种的叫做 Mizvot 就是在立法书 Torah， 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他们从十诫演变成613条。什么叫613条呢？就是这边我 print 出来了，613条，我看都看完就整半个小时，不要讲去背而且去做，这是不简单了，613条。所以在这个的塔木马克有记载到这一个，其中613条，248条是顺令式的戒律。顺令式就是说是 positive， 是好的啦，你做的话就是带来一些好处的啦。所以这是行的一行动 mizvot azel。 365条呢是禁令式的，就是 negative， 就是不能够，你不能够，不能够，不能够，不能够。所以看到是很容易记的，哇，怎样记的牧师？248就是你人的骨头，除非你不见了一条骨了。有人讲男人比女人少一条骨，因为拿了给他。总之是这个就是人的骨头248条，365就是1年365天，你很容易记到。248条是要好的，要做的；365条就是不能够做的。所以这个过后呢，你演变成在这个圣殿灭被毁了之后，他们其实在当中已经把它分成重的，就是重要的是 important， 轻的就是不重要的。所以你看到吗？因为躲过头啊，他们不单是有一些是 positive， 有一些是 negative 的，甚至他们把它说，哎，这是重不重要？哎，重要要做。不重要，这个不重要，不要理他，他自己都行不到613条。所以第二个圣殿的 Second Temple 被拆毁过后，就是70 AD 过后，可遵守的有77条，那些禁令式的194条。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其他的就是关于到圣殿，圣殿没有了，没有立法了，因为没有圣殿了嘛，明白吗？
所以在这当中你会明白，只是看这些613条啊，他拿着这个的知识来问耶稣哪一条最大。昨天我再看一下，我讲看哪一条最大，很难很难定啊，真的是很难定哪一条最大。比如说我随便写了200，not to eat fruit of a tree during its first 3 years， 哇，那这个树头三年你不能够吃它的，它打的果残了，我们一打没有，它没有熟都拿了，明白吗？它这里不能够。OK， 我200，我们看300。300 not to sell the field but they shall remain the Levite before and after the Jubilee year， 在千禧年的时候不能够卖地，就是每50年那千禧年的时候不能够卖地。哇，这个 OK 啦，还不难了哈。看看400啊哈，To follow the procedure of Yom Kippur and the sequence of prescribed in the Torah， 哇，这个就是要跟着在律法书一个的季节来去遵行出来。所以你讲不是这么听的，你讲这样做，因为这个要大家看清楚，这个人带着这整本这样子的诫命来问耶稣哪一个是最大。耶稣很有智慧的让他看清楚，主要的在这613条里头真正的是哪两条把它容纳全部呢？就是刚才说所有的律法跟先知都在以这个的总纲，所以这两条诫命你清楚的话呢，今天不管多再多600条我们都没问题。一个人如果明白这两个诫命，他对天国的要求跟这世上的要求都不会有问题。一个人明白这两条今天所要讲的诫命呢，不管政府有什么新的条规，我们都不会有问题。 OK， 所以爱神爱人这个的诫命我们搞清楚，我们将会离天国越来越近。阿们。所以第一，耶稣讲的是什么？爱神。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在生命记，我们立刻看生命记，生命记第6章4到6节就是耶稣所引用的那一节的诫命。第4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很多人看到这个尽心尽性尽力很难做到，原文就是 100% everything whole all 全部，就是你怎样把你那个的心那个的性那个的力来给完神呢？我们要首先明白的第4节所讲的，你要认清楚他就是独一的主。马可福音有讲到那一个，所以马可很清楚的讲到，就是因为他是我们独一的主，就是 one true God， 没有两个。今天感谢主啊，如果你开始了禁食祷告那一个的认识你的心，刚才就是开始我就用那个来祷告早上，哇，感谢主啊，就是讲到这一个，是讲到以斯拉记1到10节，讲到那一个的所谓那个侍奉当中，他让我们看见的是我们不能够侍奉两个主啊，不能够侍奉金钱又侍奉主啊，不是说钱不好，只是我们不能够同个时间有两个主。如果有两个主的话，我们不能够两个都讨到很喜悦的，一定是讨到一个喜悦，一个我们得罪。所以今天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其实可以做得到的，就是认定神只有一位。 Amen。 今天我们很难专啊，因为我们给其他的东西分散了很多，
不是讲人都好是吗？人我们也不能够接受啊，哪里有人能够接受你丈夫跟你讲，哎，我爱你99%，哇，很好啊，你99%很好啊，好过很多其他的老公哦，不能够。那么1%给谁？给那个女人。可能你讲没有啦，不给女人啦，给什么？给电话。我们的信号、嗜好、食物、电视机，我们可以做做一口气看完12季的韩剧，哭到那个 T 恤都完了那个。今天来神面前1.5小时，想哭都难，既感动都不会哭。看电视剧一坐下来，哇，12季，一季2个小时，1个小时都好，12个钟头哦，可以哭到体休都完那个。所以这个你明白啊，为什么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不能够专，不能够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去爱。今天弟兄姐妹要记得这个，如果要把这个诫命搞清楚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他是独一的主，他是唯一的真神，只有给他，你不能够给任何一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专，可以尽心尽性尽意的去爱他， Amen。 所以讲到这诫命的时候，怎样再去守呢？雅各书2:10，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雅各书不是让我们知道讲，哎，这样子，哎，其实我们不要去理，理不到的，你怎样做都好，你犯一条都犯了，不是。他的解释不是这个，他让我们看见那严重性。如果你是靠律法上天堂的话呢，那个严重性是这样子的地步，是差不多不可能的。613条，你怎样去守？你犯一条就是犯全部，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我们要明清楚知道，今天神对我们所讲的是什么意思。罗马书12:1-2，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这两条诫命是最大的那一个，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的爱他，还没有爱人之前去爱他先。如果我们明白这个旨意呢，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整个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是太杂了，我们可以跟着世界的效法这个世界，世界给我们很多不同的看法，哎 OK 的，其实 OK 的，你今天不爱神 OK 的，你今天不去做这个 OK 的，每个人就是这样的吗？多你一个少你一个，没有人发觉的，世界的想法就是一样。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不效法这世界，把我们献上给神，你会知道其实信耶稣的人他行的律法更为严格。千万不要讲，哦，我们是恩典时期，没有律法的，没有law的，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守律法更加的严格，因为我们知道那一个是神的心意。我们不是很像法利赛人这样，他问题是在那个律法当中，他叫人守他不守，所以叫做假冒为善。那问题是出在那边。千万不要讲法利赛人不厉害，法利赛人很厉害的，他们只要就是接受耶稣被圣灵充满的话，法利赛人将会成为一个很有恩高的这些的服侍人员，你好。所以千万弟兄姐妹不要讲我们是恩典时期，我们没有律法的，我们没有law的，没有问题的，哎，我们不用守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很难就是做到下一个所讲的爱人呢。当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其实在整个的诫命里头，不是他讲不要守613条，只要守2条，不是，他要我们守得更加的严格。因为只有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去守这个诫命来去爱他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做到爱人啊。
因着我们讲恩典时期我们不守律法惨了，今天我们出到去我们也不理，我们不守律法的时候我们是得罪谁啊？不单是得罪神哦，我们也得罪人哦。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去爱人就是那个神形象造的吗？所以马太福音耶稣所讲的其实也是一样，也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立法和限制一切的道理的总纲。所以在这边他引用的是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是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个是最原本的那个精髓，怎样去爱人如己呢？不可报仇，不可埋怨，也不能，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错待四周围的人，不管他有几坏，我们都不能够在那种所谓报仇跟埋怨的态度之下。今天我们要讲爱人的话很简单，我们从我们圣公会祷告的时候认罪祷告的三件事情，在我们的言语行为跟思想上，讲言语先，我们在言语上有爱人吗？想一想一天我们在爱人的话去能够表达我们爱一个人的话呢，不是讲我爱你我爱你撒浪耶那种啊，是那种你鼓励激励建立帮助辅导，你讲一些好话帮助他的有多少句，比较那些就是批评讲是非，我们讲人家不好，比较起来哪一个比较多？我相信大家有一个心知肚明的答案在你心里头，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天天都要在想着，因为这两条诫命所讲的，当一讲一句话的时候我需要提醒自己，我有爱到那个人吗？我有帮助到那个人吗？很多时候我讲，哎，我们用爱心说出生的话，哇，你很丑，我们很容易讲一个人，哎，他带个不好，我们讲别人不好，那些人呢，很有恩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讲别人不好，啊，那个牧师讲道不好，他一定很厉害讲道，因为只有一个人很厉害讲道的人才能够讲别人不好。有时候我孩子讲，哎，那个人带个不好，我讲你会吗？我不理了，因为我要教他，我讲你没有资格讲人家带个不好。有人问我，哎，这个牧师讲道好不好，他带领的教会是整不整一万人，应该有一万个人吧，哇，他讲道错了，乱七八糟，他讲道不刚了，你认为怎样？我讲我不讲他哦，怎么呢？哎，因为忍耐堂只有不到六百个人，我怎样有资格讲他呢？我讲等我到一万个人的时候我再讲他，但是等我到一万个人了，可能到了三万了。所以我们以什么身份什么资格去讲一个人不好？就算你讲，哎，我是啊，我是很厉害，就算我比如说我在这里讲到多过任何一个人，我也不会去做作得空到一个地步去批评人家讲道，明白吗？因为什么？爱人哦，言语。今天可能我们言语上我们不讲，我们写在 Facebook 在 Instagram 写，没有不用负责任的吗？写上去就是关我什么事？ OK， 他讲的时候 sorry 哦，哦，伤到你的心啊 ，sorry 哦，哇，哎，我们放照片啊，放什么？没有问过那个人的批准，赢了放上去，哇，很好笑啊。我们有爱他吗，弟兄姐妹？我们的行为，你讲到这个时候，最简单一个，我们加持，我们加持怕吃都好，我没有想到其他的，有时就是很生气，就在那，哇，那些人。你明知那家吃在那边，我们吃，尤其是顶到我那个，哇，有很多的忍耐，
要很多的爱心，那些圣灵的果子哇，求神你加添，明白吗？你明知道人家是出的时候是出不到了，就算你讲 OK 的吗？明白吗？我们那条路不是给你 double parking， 就是因着你在那边影响了整条街，就是因为说哎，一下子嘛，我的太太下去拿东西，就是看到这种有时候那力度巴萨很多的笑哈，你中到很多次了，可能我们当中有些自己还在做作，你明白吗？就是有时麦吉那边，麦吉麦猪肉那边，你不能够打不趴到那边，这条路来，这条路来，这条路去，打不趴惨了。有时看哇，力度塞车，就是因为一家车，整个力度塞车。爱人吗？如果我们爱人的话，我们想每一次我们行为的时候，有得罪到那个人吗？还是爱到那一个人？我们用厕所，我们用一些就是人会用到的东西，我们都要记得爱人。Amen。Okay？ 所以思想也是一样，我们对一个人的看法怎样，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们在我们言语、行为跟思想上，我们一定要做到这一个，因为这个是诫命当中所讲的。约翰一书三章十节，从此就显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又不属神的，不爱弟兄也是如此。看到吗？很严格的，不爱弟兄，当然姐妹也算是了。他不是神的儿女来了，神的儿女呢是爱人了，不要讲爱神仙了哈。所以约翰放得很直接的说到这一点。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的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着怜惜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Amen。 所以刚才读的经文，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我们看到一个的总括，关于到爱，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各位一起说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立法。所以不是没有立法了，但是那个爱将会完全我们今天说回耶稣开始二十二章所讲的那个天国子民跟地上的子民的义务，就是我们一定要守立法。 Amen。 所以千万不要讲我们可以去犯法，很多东西啦，要讲的话真的讲到明天了，讲 parking 都好了，又讲 parking， 你的牧师又来了，就是因为我可以讲这个，我一生人中只是中过一次被人杀慢，在 airport， 就是那种理由了，没有吃吗？也要送这个传道牧师的太太回美国，很赶哦，很赶，他在那边出来，哇，中了300块，还吗？还，千万不要等到年尾那个恩典期啊！以前我用 parking ticket 那种啊，走，很厉害。我看坐过一家弟兄的车啊，哇，怎么 recycle 啊？不是，牧师，等啊，等到年尾恩典期的，呀，有 80% discount， 你觉得对吗？我们去求来去。我们所犯的法来去求 discount 啊，那你有刚的这种东西不刚了吗？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认为讲哎，我们有爱都可以立法，不关系，爱完全的立法。 Amen。 所以今天爱神的话呢，就是那句话，你要学习专心，能够达到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神的话，每一天的大清早，你一定
要分别时间出来，至少有一段时间给神读经、灵修、祷告，千万不要看小那一个。 Amen。 爱人呢，再次的我给大家看，我们将会重启这个爱灵舍的计划，还记得这个吗？两年前了哈，哎，爱灵舍的计划，我们来看看，就是那个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可以做的呢，五点，你要拍下来也好，等一下我们将会发去给我们这个整个的群体，你要做到的这五件事情，如果你要开始爱灵舍的话，至少成为至少一个家庭或一个人的祝福，每一天为他们做至少一件美事，每周向他们分享一句圣经的经文，每天用至少一分钟为他们祷告，每天与他们相处至少一次。昨天跟英文组长讨论的时候，他讲，牧师是真的，我想回头啊，当我推动这一个的时候，他讲我要为我的灵舍做一些事情，就是刚刚他住在他隔壁那个是新搬来了，所以他觉得很难做，他觉得很难做，就是很难做很难做很难做，就一年了，一年了搬进来没有跟他讲过话，他讲也不知也没有那个机会，他祷告了，我要做这个就是要为我爱我的灵舍，神为他开路，就是有一天他出去浇花的时候，那个灵舍又出来刚刚浇，第一次一年后见面开始讲起话来，哇，现在他讲哇什么都谈了，不用约就讲，就跑出去在篱笆那边讲话，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个人本身至少开始一大清早把时间分别出来读经灵修祷告亲近神仙，至少你在那方面我们可以学习怎样去爱神。第二，爱人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先从我们的灵舍，可能不是住在你隔壁呢，可能是你的同事，写那些你不能够爱的那一个哈，因为能够爱的那一个不需要恩典，就是爱咯，我不需要恩典是爱我太太啊，哎，但是我要恩典去爱一些很难爱的人，做到那一个，我们整个的群体，这个社区将会带来改变。我们刚刚那天跟弟兄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记得哇，以前呢中秋节庆典呢，这是非常高兴的，不用约的，你摆一个，你拿一个桌子放出去啊，放在你门口那边，你放出去就好了，然后你拿几个月饼啦、啊、领果啊。鹿仔啊，哎，一杯茶，一些花生出去，不用约了，全部人都会出来了，不用放邀请卡，整个大曼的人都会出来，提灯笼啦、啊，放烟花、啊、那些，大家都很高兴了。现在很难哦，现在呢，你放个台在放月饼，嘿 ，scam， 有什么阴谋？哎，不要去吃啊，等到他去吃的话，他可能要介绍我推销他的东西，啊。我们人现在变得很那种不能够接受，弟兄姐妹，要改变这个事情，要改变这个地上的国，先从我们基督徒的肢体开始。所以耶稣今天让我们看见的，要爱神爱人，这两条最大的诫命，其次也是一样，做得到的话呢，我们就看到教会跟这个事情将会更加的相连在一起，我们将会成为一个影响力的一个的群体，来改变这个事情。哎，所以一切都是从我们个人，从我们这个的基督教会开始。如果做得到这个哈，耶稣说，你离天国不远了。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主，生命都是多姿多彩，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不单是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更加的深，
今天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在这两大诫命里头神你的心意，让我们认识的是你是唯一独一的神。今天我们可以开始学习达到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的那一个的条件。主啊，也恳求神你帮助我们今天也懂得怎样去爱人如己，让我们在思想行为跟言语上都不会得罪人，但是我们是带来的是一个的爱，是一个的祝福。求神你调整修复这个的关系，这个垂直的关系让我们爱神，这个横折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愿神你祝福教会能够达到这一个，使到我们开始成为这社群的一个的影响，带来的是人看见不是一个口头上的宗教仪式，但是真正的找到就是那一个真正的爱，爱神爱人的一个的群体。愿神帮助我们，求主你圣灵，求着你恩典临到，使到我们可以做那些所谓的不可能的任务，让我们可以开始遵行这两大的诫命。愿神帮助我们，主，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圣名而求，阿们阿们。好，大家请起立，让我们用尼基亚圣经来一起回应。来，我们一起，我信对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并造有形无形的万物的主。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之前为父所生的，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一体的，万物都是借着主受造的。只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由圣灵感孕，同贞女玛利亚起着肉身，并成为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十字架，被害受死埋葬，照圣经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大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信圣灵为主，并赐生命的根源，从父子出来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曾借着先知传言，我以圣而公之教会众使徒所传者，我承认赦罪设立的都以洗礼，我指望死人复活并来世的生命。阿们阿们。让我们看前看后看左看右，在我们当中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吗？你是第一次来崇拜的，如果有话题就是挥挥手，让我们在此时刻能够欢迎你，有吗？我看到呀，他们在我们当中哈，所以还有吗？四十位弟兄里面，我们借着on behalf 就是代忍耐堂来欢迎我们这一个的家人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amen。大家请坐。当然有看到他们有带小孩子来哈。只是今天就是因为这个的彩虹园地没有进行，是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没有，但是过后呢就是每个星期都有立波老师在这边，蒋华老师在这边，等下过后他们会找你的了哈，就帮助你，就是孩子以后来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参加我们的彩虹园地，里面那有些报告大家注意的，今天下午圣经比赛圣经问答比赛，来今天下午2:30钟头戏，所以报名的有两组而已，所以呢就是第二了。当然有的就是考的啦，就是写作的那个，写的都很多人了哈，只是口试 OK， 要回答的我们坐在这边回答的只有两组人 OK， 就是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了，所以我要就是大家来去支持哈，尤其是你的组员在那边的话呢，你应该来看看，知道哎
其实圣经问答比赛不是很难的、okay? 所以你看了之后明年你都可以参加了 Amen、okay? 所以今天下午2:30、请大家能够可以来参赛的参赛参观的参观，就是我们一起在今天下午来见证再一次的我们从疫情过后恢复的这个的圣经问答比赛 Amen。 所以你还没有读完耶稣雅记的，你应该还有几个小时还可以再读了哈。Right， 那还有其他的报告呢要我们注意的呢，就是在8月21号将是捐血行动，所以请大家注意了，那我们的布条已经出了现在刚刚在这个的 radio 收音机电台有报告的是现在严重缺乏血库严重缺乏血，一天要用到至少500包的血哦，所以请大家就是踊跃的出席来去准备好自己呢，当天下午不是9点到2点了哈，你要崇拜之前崇拜后一定从晚上一定要崇拜后去捐血所以那些不够重的吃多一点马来文堂很多不能够捐，只会因为不够重，所以看到了吗？哎呀，我就想削一点给他们，又不能所以我叫他们赶快吃多一点，真的是，真的是。以前有一个呢，他不够，不是这里的会有了哈，他不够重哦，就是吃，他跟他爸爸出去吃回来还不够重，再出去吃他吃3轮，他第3轮出去吃了回来的时候呕。再呕了之后更轻了，他差不多哭哦，因为不能够捐血。我讲哇，有这样子的人好哦，有这样的人真的会改变社会啊！我很想捐，因为不能够，因为有吃多一种的药不能够捐，我都很想捐。自从吃那个药之后，我不能够捐，其实都蛮多，但是他不要，所以你们可以的哈。我就鼓励大家，在8月21号，你邀请的朋友、你的同事，不一定只是仁爱堂的弟兄姐妹。外面的就是他讲有机会他要捐血让他来，所以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8月21号9点到2点我们将会在GSN 的仁爱堂中心这里来有捐血行动，因为彩虹园地用的礼堂，所以我们就在这个 GSN 的仁爱堂中心进行这个捐血的运动。 Amen OK 那衣服今天你应该会拿完了，我们已经来了，就是上个星期你没有拿完的那一天已经完整了，看了之后你讲很美，可不可以再 order？ 可以，但是你要在这2个星期之前一定要 order， 因为8月15号将会禁止呢第二次的放进去，所以我们将会再调查印刷新的一批 OK， 所以请注意这个了。然后等下组长所有的青少年组长也好儿童的组长也好成人的组长，等下将会召见大家来谈一谈，就是中秋节的那个整个的流程、整个的安排，还有谈一谈就是中秋节过后我们将会启动这个的华人启发课程，这个是第一个的完全以华人录制的启发课程，是在中国录制基督徒的启发课程这在疫情之间，所以我很期待用着这个华人的启发来带到更多人信耶稣 Amen。 所以等下我们将会一起讨论了哈家庭乐如果你准备好就可以报名，一个人5块钱，我们还有一些的时间只是9月4号之前你一定要报名了，那我们可以分配大家在你是属于哪个的颜色呢，然后你有穿着那个颜色在9月16号放假，就是马来西亚日，我们一起来到圣堂有我们的家庭日 Amen。 所以其他的报告请大家注意，最后我在这里跟大家宣布的就是经过很多的考虑跟讨论，我们PCC 理事会已经一致的同意在9月将会停止直播，所以我们有1个月的时间给大家准备呢，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其他朋友还没有回来的鼓励他们回来，从9月4号开始呢将会停止直播，所以没有再直播了，要鼓励大家就是完全回到教会来崇拜
现在是除了我们这真的是不能够行动或者有病痛的，我们不能够，但是呢我们就是按着你有特别的要求，比如说是真的很病痛啊，生病或者某某的原因，我们将会给你一个叫做 unlisted list 或者是 private link， 只是给你，你只有你才可以看的，但是你要跟教会说起，我们就给大家，我们也不会 upload 去，就是上载到我们的 YouTube， 没有的了，这完全回到以前，只是我们还有录制，让大家那些真的是生病的没有看到的，或者有一些事情他不能够参与崇拜的，我们将会发送给他，就是以个人的基础来去这样子来讨那个的连结了。所以请大家注意，给大家有一个月的时间，在9月4号开始忍耐堂将会停止直播这个的侍奉，所以鼓励大家回到教会一起的做实体的崇拜， Amen。 好，我们一起祷告。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通心的祷告。是的，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你是我们的 救主。这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哥林多后书2:15，你提醒了我们，我们是拥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祈求主，让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当我们向周围的人为主你做见证的时候，能够显扬因为认识基督而特有的香气。求主帮助我们。说主，我们也为着这个月21号所要举行的捐血运动来祷告。主，我们祈求你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和随时做好准备来捐血，让我们所捐的血能够帮助那些有更需要的人。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准备我们本身啊，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健康，有更多的血液来做好这个准备，来去捐血。是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在这个当我们也纪念到为着教区60周年的庆典，也为着教众教会来祷告。是的，主，今天我们有纪念到我们本堂槟榔帮仁爱堂有陈碧文法政牧师啊，通过宣教期以非分逆的 Jenio Duarte 牧师，还有在多罗比圣大卫堂，现在由我们大主教米德泰斯达杜米德泰所主任的这三间教会来交托在你的恩手中。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主，因为你赐给我们教区以往的这些领袖有更大的意向，并有策略性地在各个重要的中心地区建立这些教会。这主，感谢你，因为在这个乡村和郊区能够建立你的教会，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主你美好的救恩。这主，我们也感谢你透过这些教会让有更多的领袖和服侍人被栽培被兴起，让这些人更加的去侍奉他们当地的会友，以及扩张主你的教会。也求主你供应这些教会有充足的资源，而且能够祝福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知识，都能够有聪明有智慧来管理这一切的资源，让他们能够继续的支持外传工作和教区的活动，并能够成为周边教会和教区的祝福。主，我们也为着这些教会能够有效地进行门训和宣教来祷告，祈求上帝你的圣灵的大能充满他们，让他们能够为着耶稣透过这样的活动和方式来建立，来去触摸以及改变更多人的生命。主，我们也祷告你祝福这些教会的牧师、传道、宣教士、平信徒和读经员、知识委员、所有的同工、领袖们和他们的家人。主，我们祈求你让你的祝福、你的恩宠领导他们，当他们忠心服侍主的时候，他们能够有主的能力在他们当中来去扩张他们侍奉的领域。主，我们将这一切的
祷告都交托带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来成就，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祈求的，阿们。天父啊，你曾应许，凡借着你的圣子的名而祈求者，必蒙垂听、接受并成全我们的祷告。我们罪人原不配求，但应在耶稣基督里，主啊，你了解，你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阿们。请听我主耶稣基督的话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第一最大的诫命，其实爱人如己也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将这诫命刻在我们的心里。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将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并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带领我们进入永生。因此我们要凭信心悔改认罪，以坚决的心志遵守上帝的诫命，以众人生活在亲爱和睦中。让我们一起来开声认罪。慈悲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创造我们、审判我们的主，我们得罪了主，也得罪了人。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犯了疏忽、懦弱、明知故犯的罪，我们实在为我们的罪伤心。因着圣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我们要悔改。父啊，赦免我们，在我们新的生命中加强我们爱主和顺服主的心智，这也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求。阿们。愿全能的上帝怜悯你们，借着主耶稣基督饶恕你们，也拯救你们脱离一切所犯的罪，借着圣灵的大能加强你们侍奉主的力量，也保守你们进入永生。阿们。现在我们既然借着主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我们应当彼此和好。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同在。啊，弟兄姐妹，你们心里有主的平安，在你的心中。我们一起来祷告，来祝圣我们今天的圣餐。我们在天上的父，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在主的爱恩慈中，将独生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救赎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他在那里一次奉献自己，为全世界的人做满足完成的赎罪祭。主耶稣在圣礼叫我们永远纪念主尊贵的死，并在圣父耶稣上吩咐我们常常遵行，直到主再降临的日子。我们前功呼求慈悲的父垂听我们，叫做圣子的大能，指望遵照圣子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命令，领受天父所造的饼和酒，也会纪念主受死遇难，就能同享主至贵的圣体与宝血。救主耶稣被卖的那日，那夜他拿起饼来就谢了，也拍开分给门徒说，你们都拿这个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要这样行以纪念我。晚饭的时候，晚饭以后，又再用拿起杯来，就谢了，
对门徒说，你们都拿这个喝，这是我的血，就是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出来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这样行，以纪念我。阿们。我们已经见证基督已经受死，基督已经复活，基督将要再来。我们拍开这瓶，以便在基督里分享。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享这一个饼。满情不该人之宝，尊严之宝，凡父亲高扬婚宴的忧负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主。上帝赐他子民的圣乎，我们当以谦卑来领受这饼和酒，纪念基督为你受死。这是耶稣基督的圣体的宝血，宝血你们知道有这样。
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耶稣，耶稣，耶稣。宝血洗净我，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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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恩典为我冠冕。充满我，来充满我，主，我渴慕你的同在，求你接近我，来充满我，耶稣，耶稣，耶稣，遵照基督的教导，同心的祷告。我们在天中的父，愿人的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父今日赐给我们，又求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是是是，阿门阿门，感谢文。
我们的天父，应当的上帝，他就感谢主，将他们作为信主救主耶稣基督发发开旨意，并在他的圣体保信信子里用力量为我们。现在求主再给我们平安，并走事情，并赐了力量和勇气，为尊敬荣耀的敬畏主，服侍主。阿门。愿上帝所赐的意外的平安，也报信人们尽快应验，所以就一时敬爱上帝和信主我主耶稣基督，愿全个上帝信父信子信灵所赐的福降在你们中间，也从你们同在。阿们。愿你们平安，福音是奉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崇拜到此结束，我们默祷平安散会，谢谢。